刚才一个高丽人跑进来，到哪儿去了？我问你的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抬起来！ 这儿有一个高丽人，说，刚才跑进来的高丽人躲在什么地方？ 他妈的！住手！别这么野蛮，他是我的花王。你的花王？<笑>你别忘了，他是大日本占领下的亡国奴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<笑>